嗱，我今次咧係會講發揚神性情、查經法同埋講道法。咁呢個查經法同埋講道法我都講過若干次嘅，但係咧，其實每一次咧，我哋都發覺可以幫助人進入神嘅同在，進入明白神嘅愛有幾大，神嘅恩典有幾大。因為好多時咧，我哋覺得神咧，即係明白神唔係好多啊。當我哋知道神有幾好咧，我哋就會好感激神。當我1998年嘅時候，我就經歷到聖靈嗰種愛啦，我就哇，成個人震撼，哇，神真係好啦！我就成日都會喺好多日常嘅生活，我睇到神嘅恩典。我哋就喺門徒訓練嗰時，講到傳福音嘅時候，有時我哋唔想傳福音，但係裡面有一種催逼感喎，冇膽量，但係咧裡面有一度推動我哋，最後我哋有膽量答出嚟，就發覺咧好似突然間聖靈就喺裡面做工。咁呢個好多人咧就知道呢樣嘢經歷過，但係冇去諗啊，到底點解會發生呢？其實發生嘅原因就係因為神就係咁不斷喺度帶領我哋、感動我哋嘅。當我哋肯行神嗰路，佢就會推動你行一步。當你行呢一步嘅時候，你就發覺有喜樂啊！好多人初頭唔敢喎，嗰個人喺度想向佢傳福音。我記得第一次我喺巴士上傳福音，我忽然間有呢個意念想向佢傳福音，但係個心好驚。但係有一個意念咧，就話如果我唔向佢傳咧，佢可能咧永遠唔得救喎，可能呢個係佢唯一嘅機會。咁我就好，但係好驚喎。咁我就祈禱，一祈禱咧，越祈咧就係越難停止啊！結果咧，我就向佢傳福音。呢一次嘅突破咧，係幫助我以後咧喺咩情況我都夠膽向人傳福音嘅。咁而我當我發覺一傳嗰時咧，係要好有嘅膽，好有膽量啊！咁其實我哋好多人都會經歷過呢一種嘅經歷啊，就係能夠咧喺好困難嘅時候，忽然間經歷到神嘅推動力咧，就成個人咧好有從神而嚟嘅能力。咁但係好多人經歷到咧，就唔會覺得有咩咁特別嘅喎，即係唔會話咁感激啊。但係咧，當我經歷嘅時候，我就話神真係好啦，神咁樣做工真係好啦。當我諗到我信耶穌嘅過程，我真係覺得好好嘅，好特別嘅。我而家唔講，因為需要時間去講，係神特別安排。特別安排最適合嘅人，不同嘅人，包括我嘅花名，由我初中嘅時候開始咧，都係神特別安排引致我後來信耶穌嘅。呢個係好神奇嘅，即係神咧就會做不同嘅工作去成就一樣嘢。當你用神人嘅角度睇咧，就話啊呢件事發生，但係用神嘅角度睇就係神一早有預備，神一早計劃，神點樣喺個過程點樣做工，神嘅性情有幾好。咁呢個咧，希望大家咧時時都去真係。用心學習，當你用心學習咧，你發覺睇聖經係完全唔同嘅，係可以進入另一個領域。嗱，我想講講咧，講到神嘅性情咧，有五方面講嘅。喺左手邊嗰棟啊，嗰五樣嘢我一齊讀一讀，好唔好？性情、心態、恩典、計劃、行動。咁喺我哋當我哋講到神嘅呢、这個發揚神性情講道法咧，係可以首先講佢性情，即係話，譬如神嗰種愛啊，神嗰種接納啊，神嗰種饒恕嘅心啊，睇重人嘅心啊，永遠唔會踩低人啊，無論幾唔好嘅人，神都會繼續有呢種嘅心態，即係佢嗰性情咧，永遠都係想幫人、想祝福人嘅佢種性情。咁亦都即係我亦都好廣闊，包括埋佢嘅智慧、佢嘅能力，即係佢。各方面的他的屬性，然後呢他的心態，即是他有個心想祝福人，個心想接納人，個心呢是個動機是出於祝福人的心態，不是一個不良的動機的。恩典呢就是他給什麼禮物，即是哪一樣的禮物，又計劃他有什麼計劃行出來，又行動行出來，怎樣行出來。譬如以賽書內一章一到第三節那裡講到喜樂由代替悲哀，咁咧性情係咩咧？神嘅本性就係充滿喜樂嘅，並且佢有能力叫人喜樂，即係佢個本質就係喜樂嘅。佢嘅你入去個裏面有愛啦，佢有愛咧，佢又係喜樂嘅神嚟嘅。佢心態就係佢好想人活得開心，佢唔想人哋咁憂愁嘅。佢當人見到神見到人憂愁嘅時候，佢個心就好想去幫佢能夠喜樂嘅。然後咧恩典啦，就係神賜俾人好多恩典叫人喜樂。好簡單，就算食嘢，你中意食乜嘢啊？中意食雪糕啊、甜筒啊，中意食strawberry
芒果，芒果咧黐住個芒果係冇好食嘅，切咗出嚟好食好多。因為佢有啲人中意芒連埋芒果人係咪？即係唔係連埋芒果人又爭住芒果食？但係咧，我覺得咧，佢切咗出嚟一咬落就啖啖肉啊！但係咬落咧真係係好香，大家而家聞唔聞到啲香味啊？感唔感覺到嗰啲芒果嗰啲香味啦？鮮菠蘿嗰啲香味啦，嗱，菠蘿都好多級數喎，有啲咧係已經係殘曬嘅菠蘿都有嘅，咁咧就都係叫人開心嘅係咪啊？當你食呢樣嗰時候開心嘅，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即係佢用各樣嘅方法，賜俾人能夠笑係開心嘅，同埋聖靈會叫人喜樂嘅，救恩會叫人喜樂，赦罪會叫人喜樂嘅，即係佢呢個恩典啊。計劃，你有冇識得有啲唔開心嘅人啊？多唔多啊？周圍多唔多啊？好多。有冇見過一個憂愁嘅慢慢變為喜樂呢？有。有喎。神有計劃，點樣一步一步將佢提升？呢、這個就係計劃。有行動，最後點樣一步一步行出嚟，讓佢由一個低沉嘅人慢慢得醫治，慢慢變成一個喜樂嘅人。即係你可以由五方面去睇，但你唔使要次次都講曬五方面。不過即係話你當你諗神嘅性情嘅時候，你可以有五方面去諗啦。就係、是、第一就係佢嗰種本質。比較美好，或者亦都可以講埋佢嘅屬性啊，即係佢嘅能力啊，佢嘅智慧啊，佢嘅即係佢嘅本質係點樣樣嘅？佢嘅心態時時都係一個祝福人嘅心態。譬如呢個世界上有啲人好有錢，好好，但佢未必有心態幫人嘅喎。或者有啲人有心態幫人，不過佢唔會幫所有人嘅喎，佢唔會有個心態幫所有人，佢只係幫熟嘅人。咁但係神有個心咧，就係所有人佢都幫嘅。咁而佢恩典啊，即係一樣樣嘢禮物，恩典你就諗到禮物啦。然後佢有計劃，然後佢點樣行動，一步一步做出嚟嘅。好啦，咁呢個法人神性情講道法或者係查經法咧，係可以有九方面去講嘅。但係呢九方面你唔使要講曬，呢九方面都有幫助嘅，因為好多時咧有啲人咧預備講信息咧就覺得好難啊，有啲傳道人有。星期日惧怕症，有些组长是有开组惧怕症，死啦！这个礼拜要开组，哎呀死啦！今次是我令，哎呀点算呢？有没有听过这些说话？好害怕，好大压力的。那这个发扬神圣情就让你能够很快脆，譬如我试过有些情况真的即时要改变我讲的道。有一次我预备好晒了，去到那个传道人说，牧師，你今日講奉獻好唔好啊？咁我即刻咧就即刻用經文，即刻就即係我睇一睇經文，跟住我就即刻講。即係有啲時候我哋未必有好長嘅時間。咁呢度我又列出有九樣嘢你可以用，但你唔一定要用曬，同埋唔一定要跟呢個次序，呢個只係可以包含嘅啫。咁所以對於講信息嘅人咧，同埋對於查經都有幫助嘅喎。你查經咧唔係一定要快喎，你可以慢慢查喎。反面例子就是什麼呢？譬如講到喜樂，這才講到喜樂，有很多人是不開心的。有些人呢執到金都不開心的，有些人呢升職都不開心的，即是加人工不開心，他就可以想加人工又要加工作啊，加人工壓力大一點啊。有沒有聽過這些情況啊？明明有好消息呢，他可能不開心的，要結婚了，結婚要煮飯喎、哦，結婚要乜嘢？即係即刻諗到好多嘢，哇！以後對住佢啊，有時有啲人未結婚都會唔係好肯定啊，即係人可能好多原因令到佢唔開心喎。咁有時用個反面咧，會對比翻神裏面嘅喜樂啊。喺神裏面咧，完全相信神嘅恩典，你可以好開心嘅。正面例子咧，真係有啲人咧，嗱我都識得過好多人咧。即係尤其啲我見得多比較多咧，後生女仔咧係好容易笑嘅喎。咁我訪問佢哋，我話：到底你係咪成日都開心㗎？即係我有啲好奇，點解咁多笑嘅咧？佢哋話唔係嘅，其實佢哋中意玩啊！即係佢玩啊！你以為佢好開心啊？因為佢真係有啲咩事啊？咔咔咔咁啊，笑笑都好開心嘅喎，即係睇上嚟好開心，但其實一樣佢即係有不開心的時刻嘅，亦都有啲人咧喺一人一齊好開心，翻屋企未必開心嘅。但有啲人真係長久開心嘅喎，
時時都咁喜樂嘅，咁呢個人嘅正面例子係好好嘅。好啦，神嘅恩典同埋作為，其實借先講五樣啊。不過呢度我簡略咁寫，大家記唔記得？借先冇望住，冇而家冇望住，記唔記得？第一就係神嘅性情。其實我覺得或者講屬性比較好，因為屬性可以包括埋佢嘅能力、智慧，即係各方面都包括曬嘅。神嘅屬性，第二咧，佢嘅心態。第三呢，恩典。第四，計劃。第五，行動。你有望住一次啊？有望住一次，再講一次。第一是神的屬性，第二呢，心態、恩典、計劃、行動，即係呢五方面你都可以講嘅。咁然後咧，神的界面，我一樣講神的界面，因為點解呢？如果你講到淨係講恩典咧，唔講界面又係唔啱嘅喎。有好多人就聽到我成日講神嘅愛，佢以為咧，哇，咁啊啲人個個唔使聽話啦，淨係成日享受神嘅愛啊，耶穌愛我。但其實我係處理生命係高度嘅處理，處理罪都高度嘅處理，真係完全嘅跟從神。因為點解咧？你唔跟從神就得唔到曬神所有嘅恩典嘅。咁呢個亦都要講俾人聽。解釋經文唔係放喺第五，而係即係話包括，因為起初嗰四樣好容易記嘅，容易記啊，人嘅。唔好望嗰度，反面例子、正面例子、神嘅恩典同埋咧神嘅界面，係咪容易記啊？咁然後釋經解釋經文啦，咁然後咧就係人唔能夠活出神呢個性情嘅原因。其實呢個可以分開，亦都可以係放喺人反面例子嗰度，即係點解活唔到出嚟咧？咁跟住第七咧就係如何啦，點樣做出嚟？嗱，譬如有時咧有啲人會講信息或者查經。啊！唔好發嬲，就會鼓勵人唔好發嬲啦。下一次想發嬲嗰時，即刻唔好發嬲啦，即刻祈禱啦咁。係咪即刻祈禱即刻會唔發嬲咧？其實要處理嗰個發嬲嘅原因喎，因為始終唔中意呢個人咧，唔中意佢嘅嘢咧，就算祈咗禱咧，即係忍住咧，今日唔發嬲啦，但係個心唔中意嘅。咁神就唔係想我哋淨係忍住喎，神係想我哋能夠。呢、这個人不好，但我體恤他，其實他受過很多傷害，所以他這樣對我們不好，於是我就不受他影響，於是我就有個心態饒恕他、祝福他，那我呢就真的放手了，那我就不受他影響了，就不 是好像硬硬谷住，有些人是等你，我想罵他了，不過呢真的呢不能夠罵，罵了犯罪，犯罪我得罪神，但係咧個心就谷住嘅，咁就好辛苦啦。但係個心話唔緊要啦，佢有問題佢嘅問題，但係我幫佢，但係我未幫到唔緊要，佢未改唔緊要嘅，我唔使放喺心上嘅。你能唔能夠咁樣做咧？嗱，呢個係一種其實神用過好多方法幫我嘅喎，有時洗碗啊、掃地啊、吸塵啊，咁咧神咧就會領我諗起一啲人㗎啦。有啲人咧有啲嘢做法唔係咁好啦，個心有時有啲唔舒服嘅喎。但我話其實咧，佢都係好淒涼啊，佢都受過好多傷害，所以我話冇所謂啦，唔緊要啦，唔使俾佢影響啦。咁我一路咁樣諗啊諗啊，又為佢祈禱，或者咧諗到話，我將來遇到咁嘅人咧，我點樣處理幫助佢？咁嘅人咧就即係我就將呢個過程咧，好多時候我就會講俾人聽嘅。咁所以大家當你學習點樣處理，你都留意一下我自己用咩方法。其實好多時候我講到嘅方法咧，都係我實際處理過嘅方法，實際用嘅方法，即係用出嚟咧。行得到啊！我就話俾人聽，跟住咧啲人又發覺用得到啦。如何咧？挑戰啦！我哋今日可唔開始？可唔可以今日開始就開心咧？翻到屋企就感謝神，諗到神咁多恩典。嗱，頭先我哋講到神嘅計劃係我哋開心啦。我想問你呢個禮拜有唔開心？有冇唔開心啊？有。都有喎。咁我哋可唔可以開始日日一唔開心即刻就感謝神嘅恩典？一起身即刻話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。嗱，呢個係我時時嘅習慣嚟嘅。我試習啊！多謝耶穌，耶穌真好啊！當我醒咗未瞓翻咧，我亦都喺度咁諗噶。啊，耶穌真係好，好放鬆啊！啊，耶穌真好，咁又好快瞓咗翻喎。哈利路亞！即係個心成日都諗到神好啦，可唔可以開始咁做人啊？其實可以喎，個人就會鬆啊。當你鬆嘅時候咧，你同人祈禱咧，聖靈咧就好似即係你就好似嗰啲銅線啊。同線傳電係咪好容易啊？聖靈咧從五一聲就流過啦，所以有啲人走到我側邊喺度祈禱時，即刻起落啦，一掂到又起落啦。咁呢個就係我哋裡面咧
好像銅線咁，冇嘢阻住嘅。但有啲人咧，係好多嘢棘住，好多重障礙啊！哇，人嘅障礙啦，自己嘅障礙啦，婚姻嘅障礙啦，失敗感啦，俾人鬧過啦，一世人都係好多好多障礙，係咪好淒涼啊？咁樣做人，我哋可唔可以今日開始個心鬆啲啊？處理到呢啲問題。而神是想我們這樣的，神是有方法幫到我們心完全鬆了，在神的同在，你有沒有發覺自己是不是鬆一點？是，在敬拜的時候有沒有鬆一點？有，就是人真的鬆一點。那你就天天都這樣做，天天都這樣做，你就可以傳遞，就是神就是這麼鬆的，神有一個高度的傳遞喜樂和愛的，祂的愛和喜樂祂隨時臨到人身上，很大的，很容易經歷到的，同埋咧更新生命嘅禱告。其實呢個發人神聖節講道法咧，係會幫我哋更加睇到神嘅恩典，成日覺得神好好啊。所以我行路啊、搭車啊、瞓覺喺床上啊，我都成日諗啊，神真係好啦，哈利路亞，有耶穌真係好啦。你聽我講信息，我成日都話神真係好啦，神真係好得好緊要嘅，係真係好得好緊要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是真的超乎我們想像，祂什麼都好的，你見親什麼都好的，神做的木材又很好的，真的很好的。如果沒有木材，我們很多建築的材料都沒有，是不是？你想想，我們就是想像木頭怎樣，樹怎樣用呢？木頭那些怎樣生有生命呢？但是神會令到祂由小，因為我學過生物學的嘛，它一路一路擴展的，正如我們的腦都是的，小朋友的時候不是很小的腦，那大的時候怎樣大呢？那以前那個小小的腦在哪裡呢？原來它一路外面生，裡面就有些細胞吃裡面的骨的，那所以裡面一路吃了，外面就大，那所以就會大的。那但也都因為人犯罪之後就有一個後遺症了，就有這個骨質疏鬆症，到即是年紀大的時候，但是去天堂就沒有骨質疏鬆症了，但在地上仍然有的，但是神會創造這些都是很奇妙的。那我想到這些我又覺得很好的，我又想到哇，我們個個人的眼睛有表情其實很好的，是吧？人的眼睛有感情有表情是很好的，人的手是暖的，跟他握手是舒服的，他答下你是覺得舒服的，人聊天是不是覺得舒服啊？神跟我們聊天也很舒服的，因為我經常都看到神的恩典，我看到什麼經文我就很快脆的，我立刻就想到了，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想了。當你這樣的時候，你永遠都不會埋怨神，永遠都覺得神很好的，心經常都很鬆，經常都容易經歷聖靈，就能夠將恩典傳開。神的計劃就是我們必然活在神的愛中，我們才能夠彰顯神的愛。如果你每天都是猛僵的，跟著你上台就預備、我要講道改變人，行不行呢？你猛僵的樣子，你講信息都是猛僵的樣子，就算你扮的笑呢都是不是真的笑的，但如果你裡面呢是輕省呢，你就很容易了，神很容易隨意的做工了。好，那我們就用經文來看一個例子了。這裡講例子有各方面，並且我講出這些是什麼，那這個是我們可以去發揮的。譬如很簡單的經文我們一起讀，耶穌叫勞苦擔重擔的人得到安息，馬太福音11章28節。我們一起讀一次先，下面那些字，耶穌雖然極度忙碌，但卻完全輕鬆，這個是性情，他切望我們也輕鬆心態，他體恤我們背著重擔心態，他有能力幫助我們釋放重擔恩典，他的同在就帶來釋放恩典，有些擔子是自己製造的，神不計較心態，神計劃我們終會得到釋放計劃，神的旨意是我們都讓主釋放重擔戒命。由下面那裡就是人的反面例子了，世人總會有重擔，思想模式也令自己有重擔。這裡呢你看到我用各方面去發揮，但是大家你發揮不到那麼多不緊要的，是不緊要的，你告訴自己不緊要的，你想到一兩樣都可以了，你開始想的時候想起兩樣已經可以了，但這裡我想出很多樣東西。第一樣東西，耶穌忙不忙啊？很忙啊。哇，他幫多少個人啊？無數無數啊，活著的還有去了天堂那些，是不是不斷做工，他還要托著這個萬有，全個世界什麼都在他手中，每一個人信主他要使用很多個人幫他的，是不是你信主是不是很多個人幫你的？
你成長係咪好多人幫你啊？每一個人佢就會計劃不同嘅人去幫你。嗰啲人有煩惱，佢又不斷服侍喎，有計劃嗰啲人咧，又不斷服侍我哋。即係其實咧，佢係非常之即係錯綜複雜啊！唔係錯啊，即係錯綜複雜，係非常之複雜地幫助每一個人。而佢同時咧，嗱佢使用周圍嘅人幫呢個人啦，佢同時咧又幫周圍嘅人喎，即係佢同時做緊好多嘢，係咪好忙碌啊？而家佢計劃永遠都成就喎，佢話成就一定成就係咪啊？佢計劃一定成就。當你佢亦都應承咗先求嘅國同佢義，呢一切加俾你，佢就會應承咗一定應驗嘅。你親近佢，會唔會有一次神甩底啊？你親近佢，咦得唔到幫助，會唔會咧？唔會喎，係時時都會，只要你個心打開，就隨時都會嘅。即係佢好多嘢做，但係咧，佢係完全輕鬆喎。有句説話我講嘅，不過唔容易做嘅，快而唔急，得唔得？但唔急喎，好多嘢做，但唔急，得唔得？嗱，一個例子咧就打波，冇壓力都打波，鬥波嗰啲咧就好壓、好急嘅，好壓大壓力嘅。但係咧，你打波咧好快嘅，可以好快但唔急嘅喎。點解快而唔急呢？因為你打波嗰時你係玩啊嘛，或者你玩水游水啊，你做咩運動係咪好快而唔急啊？但係做嘢即係快而唔心急啊。但係我哋做普通嘢就快就要急噶。咁我曾經試過，我因為趕時間啊嘛，洗碗啦，哇！發覺哇個心翳住喎，咁我就話可唔可以快而唔翳住呢？咁我就開始學習啦，洗碗好快，我發覺要做嘢快咧，我又會有時個心會翳住喎。於是我就試下快，但係咧輕鬆，快但係輕鬆。嗱，我真係最多能夠一齊做咗幾樣嘢啫嚇。嗱，我通常做幾樣一齊嘅，我擦牙會扎馬，點解咧？扎馬咧係會幫我哋嘅膝頭健康嘅。同埋咧，我會咬腰，我會咬腰，一咬腰咧係會幫助呢個腹肌，同埋咧即係減肥。刷牙點咬腰啊？係啊，我刷牙就咁噶啦。同埋我一路聽緊聖經，哇！一路思想緊聖經，我係通常咧係幾樣一齊做緊嘅。我洗碗又係一樣嘅，我又係咁嘅。我有一個喺聖經嘅，一路洗碗。因為我想善用我啲時間。咁咧就我唔係成日都係咁嘅，即係我有啲覺得嗰啲好簡單嘅嘢咧，我就會咁樣做咯。咁咧就其實我係點解咧？因為神係俾我呢個心態，好想善用我嘅生命。咁我就學習能夠同時做幾樣嘢而輕鬆嘅。我想問你，我都係最多做幾樣啫，係咪？但耶穌同時做幾樣嘅？係無數，但係佢一樣咁輕鬆，所以神咧佢嘅性就係咁輕鬆嘅。當你諗到，神就成日咁輕鬆，但係佢唔係嗰種 hippies 嗰種輕鬆喎，佢係又輕鬆得嚟，又好認真，又好有愛心，好有耐性，係咪好特別啊？即係你想象佢做好多嘢，但係咧同時咧係好開心嘅。當你諗到我哋嘅神哇咁多嘢做，但係佢咁輕鬆，有冇覺得好特別啊？即係神真係好好奇妙，你用咩角度諗佢都好奇妙嘅。我就係中意得閒，我就諗呢啲嘢噶啦，就諗下神點樣奇妙嘅。好啦，第二啊，佢咁輕鬆，佢又唔係話我輕鬆，你哋成班都得唔得嘅嗱？譬如好多人即係老師啦、教人咧，通常老師都係咁話嘅，好多學生都學唔到嘅，無論你教乜都係噶啦，係好多人學唔到嘅。有幾個學得好好，有啲學到一部分，但有好多人咧係不知所謂，唔知學緊乜嘢嘅。即係上堂咧，周時都會咁嘅。但係神會唔會話你都學唔到嘅，都費事教你啦咁樣，會唔會咁啦？佢唔會。有時用好長時間，有啲人真係經歷好多年之後，佢先改變嘅喎，係咪？咁呢個咧就係佢好想啊，好想去幫助我哋能夠輕鬆，即係佢有呢種心啊。同埋咧，佢又體恤我哋咩要重擔啦。我哋人如果見到一個人，成日都擔心，成日都皺眉頭嘅。我要學下皺眉頭，即係我唔係要學啊，即係要，因為我平時我係慣咗鬆啊嘛，
我哋都皺。如果你見到人係唔係都皺眉頭嘅？係咪都皺眉頭嘅？咁你會話：哎呀，你真係好煩啊！即係好難搞啊！咩事？有啲咩事？你同佢講：喂，我哋應該要聚會啊！你幫我擺凳。要擺凳啊！哇，點擺啊？哇，擺唔到啊！啊，要整音響啊？點啊？有啲人係咁啊！你做叫做咩？聽日分享幾句啊？哇，分享幾句啊？唔得喎！你今日話俾我聽，聽日唔得喎咁啊！我哋會話：哇，點搞啊？但係神會唔會咁啊？佢唔會喎，佢係咁一路慢慢提拔呢個人。佢唔緊要，佢唔介意，佢知道個個都有重擔。即係神有熟靈嘅眼睛，我哋睇唔到啊。其實我哋個個都有啲擔子孭住嘅，我都有啲㗎。有啲係。去到天堂咧，我哋就冇曬，因為曾經有個人講咗呢個經歷咧，係我成日都記得嘅。佢話呢個人曾經死過，後來翻返嚟。當佢死嗰陣，靈魂一出嚟，佢話：哇，鬆到不得了，哇，又開心又鬆。即係當我哋嘅靈魂一出嚟，脱離咗罪嘅性情咧，個人就會鬆曬嘅。但喺世人嚟講，我哋好愛主咧，你可能會好鬆，不過都可能帶住一啲嘅壓，一啲嘅重擔。我想問你，呢度有冇人係鬆曬嘅？呢度完全鬆曬嘅，你有冇啲壓力啊？有好多壓力嘅喎，翻嚟呢度就。鬆曬到，嚟咯！離開就又嚟咯。咁咧，你咁咧，仲要再唔係鬆曬，係鬆咗。鬆咗係啦，好啦。即係神嘅眼咧，佢有熟練眼，佢睇到邊個鬆邊個唔鬆嘅。嗱，如果我哋係神咧，望到咁多個咧，呢啲啊可教之子，呢啲孺子不可教，呢啲又唔使理噶啦。教嗰啲啦，但係神會唔會咁啊？佢唔會噶，佢係係人都感動。呢度有冇人？你真信耶穌係冇聖靈嘅感動嘅？聖靈有冇感動你哋啊？有。一路提你喎，聖靈有冇怪你犯咗咁多罪？我唔理你啦。神會咁樣做，佢就係有呢種嘅心態，佢睇出我哋，佢知道你有重擔。當你咁分析係咪？哇，覺得神唔係淨係佢叫老擔重擔得釋放係咪？係咪好多方面啊？跟住咧，佢有能力幫到我哋釋放重擔喎。譬如有人有精神病，揾精神科醫生，係咪一定可以釋放呢？其實好多人去揾精神病醫生，食好多精神藥，食來食去都好差唔多嘅，甚至有啲係變牛咗添，變差咗添，因為人係冇呢個能力啊。但是神就有呢個能力喎，真係有啲人，我試過一個19年狂躁抑鬱症，佢又好投入祈禱喎。我哋嗰陣時有祈禱咧，係由上晝到下晝嘅。咁有一班人跟我日日係咁樣，即係喺嗰時候咧，我就經歷聖靈之後，我想保持聖靈恩膏，我就日日係咁樣喺聖靈充滿嘅狀態。咁佢係嚟到咯，即係其實啲人不同嘅人帶人嚟嘅。咁佢嚟到咧祈禱咧，啊祈祈一句開心笑啊，咁啊笑咯。然後佢翻屋企嘅時候咧，佢就話成個人鬆曬。翻屋企咧，本來搭的士上嗰個斜路，佢又行翻去，佢又買餸。佢10年冇買過餸，忽然間又買餸煮飯。呢、这個就係神嗰種奇妙，即係即時改變嘅。我都試過一次去過一個好有錢嘅人屋企，佢屋企咧個車入咗去之後，你仲要行半分鐘先去到佢嗰、那個嗰、那個誒、即係佢嗰個位置嘅，有幾個廳一齊嘅。但係咧，佢係好大嘅重擔。但我同佢祈完禱之後咧，佢咧後來佢車嗰啲細路有啲，因為佢又照顧有啲細路，車佢翻屋企，佢話：哇，好似成個天光曬，成個人鬆曬，同埋翻到嚟，哇，餓到不得了，因為佢有擔心憂慮啊，直情冇胃口啊，有燕窩都唔開胃。但係咧，佢翻嚟嗰陣時咧，燕窩食曬，剩翻啲面咧，佢綠面，佢話：哇，好食到不得了，因為好餓，好肚餓啊。於是咧就好，即係好享受食，即係神就呢個能力，一下子將個人改變，係咪好勁啊？係好勁，好勁！呢個世界上有冇人可以有呢種能力咧？都係攞翻嚟嘅啫嘛，神嗰攞翻嚟，即係唔係我哋有呢個能力，係神嗰攞翻嚟，係咪好特別啊？神真係好值得羨慕嘅，係咪啊？嗱，我講咁多都係想你羨慕神，係咪？中意神，享受神，
感激神，活在神的爱中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如果日日都成日都充满呢啲嘅意念，系咪个人真系啊，真系好啦，哈利路亚！好活泼啊！你今晚哈利路亚！然后咧，神嘅同在就带嚟释放喎。神唔需要用几多机关，神嘅同在，佢嘅同在，佢就系咁美丽嘅，佢就系咁松嘅，佢嚟到。人就釋放了，所以越親近神就越好的。還有些擔子是自己製造的，是不是？有沒有？很多的。有些人是不是都說一定要結婚，其實他不結婚還開心，其實明明看見很多人結婚都很多問題很痛苦，但是他說我一定要結婚，因為我不結婚我做不到，就好像失去某些東西。那時候我在聖經大學都是的，那我們一班人分享啦，如果耶穌就是回來你會做什麼？有個女生我一定要結婚，即係佢覺得嗱，我唔係話佢錯，不過咧，如果呢個成為擔子咧，就會有問題啦。即係一定要結婚啦，咁佢自己就製造呢個婚姻，即係個擔子啊。我認識一個人咧，佢未結婚又好傷心，好憂愁，成日都即係覺得自己嫁唔去啊。佢嗰陣時覺得，後來結咗婚喎，但係同丈夫又唔好嘅關係，咁咧又好唔開心。然後咧，後來丈夫離世，佢又好唔開心，佢一世人都係憂鬱嘅狀態，係佢製造出嚟嘅。因為點解咧？佢有個期望啊，好想結婚，而好想咧覺得結咗婚之後一定會好嘅。而當佢呢個婚姻發覺唔好嘅時候，佢又唔知得處理啦。咁佢個人又憂鬱又負面，咁結果個婚姻即係雙方面都有原因啦，令到個婚姻唔好。當佢失去嘅時候，佢又唔會話我而家可以喜樂啦。以前婚姻不好，現在不用了，現在可以輕鬆了，他又不會，他又是都是這樣優秀。其實有些人呢，我認識有些人，無論他做學生啦、上班啦、結婚啦、生仔啦、做阿嬤、阿爺啦，都不開心的，一世人都不開心的。為什麼做人做到這樣呢？又是信耶穌的，那個時候呢，我們就說其實他自己製造很多，但神不計較的，這件事才厲害，是不是？就是他是這樣，即係我哋見到好多啦，但係神唔計較，神係依然祝福佢，係咪好特別啊？所以當你去諗神嘅，用神嘅角度啊，即係唔好怎用人嘅角度睇嘢，用神嘅角度睇嘢咧係好靚嘅。即係神咧，有冇聽過愛麗絲環遊仙境係咪啊 ？Alice Wonderland。嗱，當然佢嗰啲仙境又唔係咁好嘅，即係未必係好嘅嚇。但是就是說進入另一個境界，我們真的在耶穌裡面看到神那種美好，是要進入另一個境界。你越是用這種方式看聖經，你就越進入另一個境界，這樣生活好不好？其實很好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看聖經用心想想神的恩，待會我給大家操練，我現在將這個經文去發揮。好了，有計劃了，就是神計劃這個人得釋放。有些人說為什麼這麼多年都未得釋放啊？神是計劃，其實那個人是不聽話的，但是神依一步一步計劃他，結果得釋放。那有些人呢感謝神，他又剛剛看都是神的祝福，神祝福我可以祝福人，叫我能夠樂意免費祝福人。神真的有些對有些人說，叫他上網，那他就找到我的影片，忽然間就一找就找到我的影片。即有不同的人咧，就係睇到影片咧，跟住咧佢就揾我，咁神就使用我去祝福佢哋。呢個真係計劃之一嚟喎。即其實咧，我想話咧，我經歷聖靈係禮物嚟嘅，唔係我夠好啊。當我經歷聖靈嗰時候，我唔係一個強壯嘅牧師嚟嘅，我依然有好多地方做得唔好嘅。但係神就祝福我，將我成個人扭轉曬，成個人改變，成個人提升，係完全係神嘅工作嚟嘅，係神好大嘅禮物。好啦，有啦，界名啦。神嘅旨意係我哋都讓主釋放重擔。神嘅旨意同埋計劃唔係叫我哋咧個基督徒咧都孭住重擔。哎呀，好煩，好多困難。神唔係想係咁嘅。神嘅計劃係個個都輕省喜樂嘅。神嘅心意係咁，所以當你唔係輕省喜樂，都係犯罪嘅喎。當我哋唔榮耀神嘅時候，都係犯罪嘅。即係基督徒又係煩惱。聖經講到將你一切嘅事交託耶和華。又話必成全嘅，唔使擔心嘅，唔使憂慮嘅。咁所以呢度咧係用不同嘅角度去睇咯。而呢個人嘅反面例子咧就係話，
人總係會有重擔，同埋思想模式令自己有重擔。思想模式就話人咧會諗嘢，總係數啲唔好嘅嘢，總係諗啲唔好嘅嘢，總係去用負面睇嘢。咁但係咧，神係有恩典嘅。嗱，當你啱啱我講完呢個信息啦，用呢、這個，我想問下大家，當你諗到神係時時都咁樣咁想釋放你，神喺天堂又咁開心，神又咁開心上到天堂嘅咁開心，而有好多基督徒喺世上都好開心嘅喎，咁你會唔會想都係活在神嘅開心裏面，又成日諗下神幾輕鬆，神幾開心，成日都話我咩重擔都唔使孭住，我可以輕鬆做人。你想都係咁啊？其實可以嘅，當你開始去思想聖經嘅話語咧，你就可以係咁樣嘅。嗱，就係以賽疏內一章一節，神醫好傷心嘅人，就然後一陣間咧就會分享啦。